以后每天一到八点我就准时更。要是我有一天没有更的话，你们记得跟我说一下，我这个人记性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我看见三只鹅呢，那今天就带大家应该有很多想看三只的眼睛吧，它一直都是闭着眼的。让它待会等。我们给它编辑一下，让它睁大眼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这么点，它睁大眼睛，它就闭着呢，只能看出来那么点。带那轮还送到寿司吧，那轮介绍三只吃大餐。要让三只吃东西，一定要选最贵的，记住哦。调一下视角，哇哦，这姐姐是不是很可爱？看到她的眼睛了吗？这样看不是全面的，但是这样也能体现出三只多美呀，是吗？三只确实有点美。这草，这是什么草子？好了，我们接下来再领他去咖啡馆。全听错了啊！咖啡馆是吧？在这儿，他的脸应该能睁前面了，怎么不做？你说花一定红，那么漂亮花朵。我们再调一下视角，来调一下，还是这样啊。不过大家应该都知道三只有多美了吧，睁着小眼都能看到它有多美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啦，下期视频再见。